小谭有时间吗？想请你吃个饭。没时间，我回家遛吧。你还有时间养狗吗？不行，等等等等。他妈的，救我！我很善良的，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，认认真真的，很可怜的废人。我图人家条件好，人家图我大美女。那再过了几年，我还是大美女，但人家条件还好吗？